举起你嘅左手，举咗未？再举起你嘅右手。咦？第七行左手边数起第五个，你好似仲未举手喎、啊。好啦，大家举晒手就跟住我个 beat 拍手啦。告诉我听，哪条路线最快去会场？向你的右方直跑。穿过这座山最快。跑多几步就到，前面就到。你哋唔系应该而家喺会场嘅咩？真是厉害啊，冲上去就到。Siri，唔见咗你嘅。由于我系一件高科技产品，喺飞上太空嘅时候，我已经同你融为一体，落翻地球我就会出现翻噶啦。会场就喺地球上有粒黄色闪下闪下嘅位置，飞落去就到。嗯，好近啫。赞美主，我哋终于都嚟到2018年最后一晚啦！我哋好开心，
今晚是用敬拜赞美来到结束我们今年的，你们期不期待啊？是啊，圣经说当我们愿意亲近神，神必亲近我们，所以希望你今晚都带着一个期待能够亲近神，能够遇见神的心。今晚我们除了有敬拜有讲到，亦都有圣餐，所以我们前面呢有圣餐杯同埋饼已经预备咗，一阵间房牧师就会带领我哋圣餐。不过今晚嘅圣餐形式呢同平时崇拜有少少唔同，我稍微喺度先俾大家有个简单嘅 briefing。一阵间我哋会有一 pair 一 pair 嘅双礼，一个攞住一盘饼，一个攞住一隻杯。凡系受洗嘅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排队嚟到，我哋喺个会场分别有八个唔同嘅站咧嚟到派圣餐饼杯嘅，你可以行到出嚟攞起一个饼，圣餐嘅双礼会同你讲呢个基督嘅身体为你写嘅，你就攞起一个饼，你可以讲感谢耶稣，然之后嗱攞杯嘅同工就会递只杯俾你，话俾你听呢个系基督嘅宝血为你写面流嘅，你就将你个饼点落去嗰个杯嗰度，然之后你就可以领受啦。OK。咁至於其他嘅朋友呢，你可以繼續睇詩歌裏面同我哋一齊祈禱嘅。咁我哋就即將開始我哋今晚嘅聚會啦。而家我宣布 Youth Revival Reconcile 正式開始，請大家俾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今晚嘅主持 Chacha Freebie 同埋 Kami。 唔該，先生。喂，係我哋呀，係我哋。嗨嗨嗨，介紹多一次先，我係三皮嘅 Chacha。我是以乐的 Phoebe。 我是三皮的 Cammy。 是做什么要找我们三个先？其实没问题的，组合女男女是没问题的，男女男才会有问题的嘛，是不是？不过都就算男女人都不会有问题的，但有一件事我们要做的，很需要做，就是呢大家其实预备好敬拜的心未的？未啊，喂，已经有作用了。好了，那我请两位女士上一上去先。好啦，遵眾要求，唔係遵佢哋要求，要哼個歌噶。係啊，音樂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哼完啦。好啦，咁咧我哋咧要做一個咧，喺個音福二樓未做過創舉，就係我哋咧人浪你聽過啦，波浪你聽過未啊？波浪我諗未聽過啦。而家咧我哋即將你咧 Xfly 射一射上去，有個咧非常之大嘅波波咧將會抌落嚟噶。呢邊都要 ready 啦，中間呢位咧都要 feel 咗佢噶，如果唔係咧，個波咧就會落咗地下，你好難搬翻。喂，我想問後邊係咪都要傳埋聲？我哋要每一粒波，即係話呢，唔係 sorry， 每一粒波係呢一粒波，即係你每一個人都希望掂到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每一個人都可以掂到，好唔好啊？係 好，所以全場啊，唔該，全場，好啦，嚟啦。但係咧，請咧記住啦，我哋咧呢度咧，我哋有好多儀器咧喺上面嘅，因為咧嗱，我哋都會有個 cam 影住啊，邊個出升龍拳咧，令到佢跌咗落嚟咧，我哋係會影到噶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只需要傳個波，唔需要升起個波，升到去勁高嘅天空咧，就會打到啲儀器噶啦。冇錯。好啦，我哋唔阻你啦 ，Cammy。好，嚟啦 ，ready。注意安全啊，盡量唔好抛高啊！好啦，嚟啦，哇，抛高！后边啊，唔好忘事，你后边嘅弟兄姊妹啊，系啦，尽量唔好掂地。升高住啦，哇，好高啊，嗰下。上面唔好掂嗰啲仪器。好啦，由左边嘅时候可以打翻到右边啦。后边啊，后边弟兄姊妹，冇错，举紧手嘅，挥挥手。系咪打埋个 cam 度啊？嗰边未接到喎，未掂到。其实好好啊。唔該曬啊！工作人員幫手再將個波打過去，完全係哇哇哇！去到後面我睇唔到添，哎、打翻上嚟啦！哇，你攞翻先，嚟啦，小姐，再繼續喐過去，喐翻過去，哎呀，繼續，哇！小心前面有個聖餐座啊，係啦，前面要擋住。有話未傳到後面喎，後面喎 ，please 後面喎，見唔見到？幫幫手啊，嗰邊。揮緊手啊，嗰邊。呢个边个嚟噶？哦，嗨，个波唔好停啊，继续去啊！前边啦，前边。哇，呢个画面我喺恩方系未见过啊，二楼。终点喺边啊？个波要摆到边度啊？个波？哦，终点而家春翻过嚟咧，继续传翻过嚟，即管。佢哋又传翻过去啦，已经。系啦，冲吧嗰个窿度。冲吧就会将呢个元气弹咧送入去咧嗰个楼梯口嗰度啦，咁就有人接走啦，接走个波啦。会有专人为我哋接走嘅。哇，小心，哇！其实发觉呢个 warm up 系玩啲工作人员多啲噶，发觉原来系好啦，系啦，飞去冲吧嗰度个窿，系啦 ，OK， 入嘅，哇，中啊，好啦。
啦，我哋最後一輪都已經完成咗啦。咁咧呢個時候咧，你有冇嘢預備好未啊？我好預備好啦，我已經熱啦，我咁怕凍嘅人都熱曬啦。冇錯啦，咁呢時候咧我哋想請下 band team 可以嚟預備啦。咁咧其實咧，我要解釋多少少就係嗰個前面嗰個空間嘅位置嘅。前面咧，我哋今日咧定性咗為叫做搖擺區嘅。搖滾啊！搖滾區，搖滾區嘅。搖滾區係咩？代表咩啊？你可唔可以俾動作咧？咩叫搖滾啊？做得好好啊！就係、是、代表咧，等間我哋會隨住詩歌嘅讚美啦，我哋會有好多嘅肢體語言咧，去一齊敬拜我哋嘅主噶。咁咧，歡迎咧嚟到咧，有興趣咧，一齊咧喐動下，去到咧跳啊、唱啊嘅時候嚟到前面。咁咧無分噶，因為今晚我哋嘅口號係咩啊？讓敬拜嘅心咧係永遠嘅年輕啊！好啦，我事不宜遲啦。白色條線係咪唔可以過㗎？係啊，已經過咗白色線。哦，咁其實咧係啦，只因為等我哋會有個有嘅流程安排咧，會有一哇有特別環節嘅，所以我哋可唔可以咧白色線就盡量唔好過，係啦，你哋咧喺後邊嗰度冇錯，女孩子要小心喎、哦，因為咧我見到有啲人咧係即係有啲女孩子咧著裙著緊裙啊，所以咧如果你需要坐喺度搖，好想咁樣搖滾去敬拜嘅話，不妨去攞後邊嘅披肩去遮遮嘅裙。好冇？冇錯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將時間交俾 Praise Team 啦，唔該曬。好啊，弟兄姊妹買翻啊，弟兄姊妹買啊，俾多啲錢，弟兄姊妹買啦、啊。我俾啲音樂喎、啊，今日呢對喇叭好勁啊，係嘛？我哋今日敬拜目標咧就係大聲我對喇叭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聽唔到啊？起身先啦！有冇人知今晚主题系咩啊？今晚主题系咩啊 ？Reconcile 系讲复和啊！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啊？喺信仰入边，喺基督教入边，复和系讲紧主耶稣嚟寻找我哋，重建我哋同上帝关系。不得止，佢仲重建我哋同身边嘅人关系。你期唔期待啊？我唔知道你有冇體會過呢個過程，我啊好期待啦！咁啊，好想咧同三個團契嘅人一齊，邊個青少我咪揮揮手啊！邊個以樂嘅我咪揮揮手啊！三皮最年輕嗰啲我咪揮揮手啊！我哋咧一齊透過敬拜翻到上帝面前好唔好啊？我哋一齊祈禱啊！主耶稣，我哋咧今日同你翻到你面前，我哋咧好渴望敬拜你啊！ Yes, 我哋咧记得你讲过，你话只要我哋有两三个人奉你嘅名聚会，你就已经喺我哋中间，所以我哋好想宣告，我哋承认，我哋相信你已经喺我哋中间，主。Yes, 我哋今日咧要一同敬拜你，我哋今日要一同赞美你， yes, 我哋今日咧一同体会你，我哋今日咧要面对面真诚地向你敬拜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我哋一齐用诗歌进入敬拜啊！如果你年轻咧，我鼓励佢喐动多啲啊，知唔知啊？准备咯！当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当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当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。在永恒里敬
神就应该在这里，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让一切焦点转向你，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宝座前敬拜不停息，神就在这里，让我们的焦点转向你，让我们一同打开你的心，高举你，欢迎你，宝座前敬拜不停息，天上地下和你敬拜，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好开心，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自由的能够开放的回到你面前，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赞美你，全因为你拯救我们，主你是很想很想高举你，因为你就是荣耀的主，因为你就是配得我们大声喊哈利路亚的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向你打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，拥有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应如众水涌流，有我的主你在这里，一次记住你，我和你现在住在永在你主，三心敬拜你的神话故羔羊被高举，我的礼物光照耀，欢呼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你感谢你，现在现在永在的指望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，拥有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明自由，敬拜神应如众水涌流，用我的主你在这里，你是基督的我的你，现在停在永在的主，敬拜你的圣母羔羊被高举，奉你的基督光照耀，欢呼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你感谢你，现在现在永在的指望，你是清楚的我目的，现在现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的圣华物羔羊被高举，用你的如同日光照耀，欢呼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你的旨意，现在现在永在的主，现在现在永在的主，让我们一起宣告，现在现在永在的主，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因为你就是个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因为你就是个位荣耀，荣耀到我们回到你面前没办法不开口赞美你的主，主我们已经见到你临在当中，主我们已经见到你荣耀，但我们很想求更多，我们很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你的同在里面，不是只是见到你，不是只是用激昂的声音，不是只是用宏伟的音乐去叫我们情绪高涨，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你打开，
并且我们能够接收到你对我们每一个甚至整个群体的心意，主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就在这里一同朝向你。你却是亲自来到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，主你是荣耀，你在天上的宝座上面，你掌管一切，地上任何的王任何的政权都不能够超越你，但你却是来苦咒我们，你不愿见到我们任何一个失落，在我们尚未认识你，我们仍然活在罪的世界，无法自控地沉沦在那些隔离我们之间的东西，那些的罪，那些破碎的经历，那些束缚我们的性格，那些我们不能够改变的成长里面，主你已经来寻找我们，是因为你的爱。主今天既然我们回到你的殿里面，主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你宝座的前面，我们很想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叫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我们当中，叫我们有能力听到你，叫我们有能力感受你，叫我们有能力回应你。主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求你帮助我们，充满我心，我
哋一齐向圣灵呼求。神的真理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，圣灵要我好爱你，我的灵惹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弟兄姊妹，邀请你呢一起有段默想的时间，好想鼓励你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里面有些什么地方是很需要上帝的灵去充满，可能好像刚才这样说，是一些你破碎有裂痕的地方，可能呢是我们一些成长经历，可能呢是一些叫你很没有安全感伴随了你很多很多年的性格。但我想鼓励你趁这个时间将这些东西都交给主。可能你会说我不懂，可能你会说我很害怕，但其实主耶稣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就是为了要引导我们重新归回去。即使当我们走得几远都好，即使我们几不识都好，其实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不断为我们叹息，不断不断为我们祈祷，为的就是很想引导我们回去主的面前。所以我鼓励你弟兄姊妹不要再等了，主耶稣已经等了我们很久，你祈祷了，你告诉主听，主我不懂，但我想求你充满我，主我不懂，但我很想求你开放我，叫我能够承载更多，承载你的声音，承载你的心意，主求你帮助我。Thank you.
敬拜你，在你的日程里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你的日程里。我敬拜你，在你的日程里。主，多谢你，主，多谢你。从前呢，其实我们跟你没有关注，我们在你应许，在你的约里面没有份，我们生命没有上帝，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盼望，但主是你，因着你来到世界里面，因着你来寻找我们每一个，你将隔绝在我们中间的墙就这样就拆开了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你更加使我们能够很自由，我们能够很真诚想要敬拜你，想要赞美你，想要寻求你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你那里。是你教导我们不需要虚假，是你肯定我们和你的身份，使我们生命不需要再没有安全感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国度里面有位置，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你识别我们的。主，今天我们一同回到去你面前，我们很渴望再一次经历你十字架的救恩，求你的爱充满我们，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，求你更新我们，求你医治刚才说那些我们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裂痕，求你填补那些我们找不到任何东西能够填补的窿窿，叫我们见到你是怎样跟我们重新建立关系，求你帮助我们。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志向，我们的平安，因他受鞭。
代表整个群体去祈祷，求你的爱来到你中间。主求你医治我们，刚才我们想起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破裂，我们有很多迷失，我们有很多的空洞，但主我们相信你的爱能够掩盖这些东西，你的爱能够填补这些东西，你的爱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为你而活。就像圣经这样说，主你的爱是激励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知道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你而活。主我们很想学习，虽然我们不懂，但我们很想学习，用我们的生命为你而活。所以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的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一同在这里跟这个群体一起学习什么叫做活出你的爱，什么叫做成为基督徒，什么叫做成为教会。主帮助我们，他手心发我们的平安，因他手边上我们的一次，我们不然终于的路，你把我寻回你身旁，因他手心发我们的平安，我们一起有点默想的时间。主耶稣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寻找我们，他很好啊，他恢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其实不单止这样，主耶稣的爱更阔，去鼓励我们带着的爱祝福身边的人。他叫我们不单止修补和上帝的关系，他叫我们藉着爱修补我们和身边的人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在这里，我很想邀请你，我也很想挑战你。不知道你想不想得起你身边那些破碎了的关系，可能是直接关我们事的，也都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。我想鼓励你，我们一起趁现在开声为到这些关系祈祷，无论是教会外面，无论是教会里面。有时候我们都很不懂得跟人相处，有时候我们都很不懂得爱人，但主说祂的爱能够 cover 这些，祂的爱能够修复所有这些东西。所以我鼓励你开声为到这些关系祈祷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既然已经承受祂的恩，我们叫祂的爱不要只是停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由基督而来的爱，去祝福更多的人。祈祷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开声祈祷啦。
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，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着你，让我们全心跟随你带领。哦，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，以慈爱浇灌，以喜乐甘雨，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着你，顺服的人心，感恩的心情，现在都喜悦，一起度年心为喜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这里，痛苦之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里。现在都喜悦，一起度日行为行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一次降雨，痛苦之病要过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净化这地，复兴降临，主求你充满我们，来转化这地，全力转用你生命，为你而站立，一生祝福永不停息。我们好想一同祈祷，我们好想将刚才想起的关系交上，我们好想将我们整个 CYE 群体交上。主要求你帮助我们，有时我们不是很懂得爱隔壁那个，无论在教会外面，对着我们家人的时候，对着我们同学的时候，对着我们同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很懂得面对他。但是主，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一样，我们不是很懂得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小组，我们的牧者，我们一起长大的弟兄姊妹。主，我们好想将这些关系现在就一同交在你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，
当中有好多好多裂痕嘅，好多好多破碎嘅。主，我哋好想求你嘅爱浇灌，我哋好想求你嘅爱医治，我好想求你嘅爱重新引导我哋，教我哋喺你入边学习乜嘢叫复和，学习乜嘢叫相爱，学习乜嘢叫合一，学习乜嘢叫做向住你，学习乜嘢叫做活出你。主系帮助你，当你唔识嘅时候，当你好沮丧嘅时候，当你好失落嘅时候，你仍然成为我哋心入边嘅力量，你仍然激励我哋，你仍然冇放弃我哋，你仍然教导我哋，使我哋知道你就系我哋盼望，使我哋知道我哋复和，我哋相爱，我哋仍然坚持，系因为你，求你帮助我哋，让我哋CYE成为一个合一嘅群体，让我哋CYE成为一个有使命嘅群体，让我哋成为有方向嘅群体，因为你就喺我哋当中，主帮助我哋。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我哋一齐用呢首歌成为我哋祈祷的弟兄姊妹。主，求你充满我们，来医治家庭，从不自命要我去，神迹在运行。主，求你充满我们。